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出法定人数。好，现在宣布开会，首先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的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交通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11月17日星期四上午9时至下午20:18，地点本院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郑委员宝清等14人，请假委员李委员洪军1人，列席委员钟委员嘉宾等19人，列席官员交通部部长贺成旦等，主席陈召集委员雪生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交通部观光局及所属单位预算。本次会议由交通部部长贺成旦及观光局局长周永辉报告后，藉由委员郑宝清等21人提出质询，军经部长贺成旦及相关人员分别予答复。委员徐峥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仅述以书面答复。三，交通部观光局及所属单位预算处理完毕，审查结果：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140项，观光局及所属原列28,092,000元，增列罚金罚款100万元，一般赔偿收入100万元，改列为3,092,000元。第三款规费收入第111项，观光局及所属原列224,900,000元，增列行政规费收入250万元。改列为474,900,000元。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59项，观光局及所属244,000元及第七款其他收入第156项，观光局及所属988,400,000元均照列。二、税收部分第14款交通部主管第4项，观光局及所属原列53,1772,000元，减列其他业务租金100万元，观光业务400万元，科目均自行调整，改列为53,1271,000元。本项通过决议74项，另委员提案6案不予处理，散会，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议事录确定。现在介绍在场委员，林俊宪委员，啊，说，还有陈欧博委员。直接抗议了。两个委员名字都讲错了。都讲话，妈，这个纪律委员会，我跟你讲哦，还抗议啊？纪律委员会，民族，马祖高粱啊，那钱都怎么样？要不要占领主席台？郑云鹏。不要乱来啊！好，郑云鹏委员啊，还有郑宝清委员，还有叶美女啊，叶委员。还有郑天才委员。好，介绍在场官员哦，我们交通部贺成部长，请坐请坐请坐。路政司张顺清副司长，会计处洪玉芬处长，运研所吴玉珍所长，陈列室副所长。好，主任连小莹，运输计划组的张顺渊组长，运输功能组许淑根组长，运输安全组张开国组长，运输经营管理组张朝能组长，请坐。运输资讯组陈继华组长，综合技术组张琼文组长，港湾技术研究中心的邱永芳主任，秘书室李淑慧主任，好，行政院主计总处的黄研究委员啊，好，请坐，谢谢。请议事人员宣读讨论事项的案由。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单位预算处理保留之委员提案，计30案，宣读完毕。好，委员的提案已经列入公报记录，那么现在进行协商。用这本吗？用这本。欧博，我要支持你的第七案。第七案。先提案报名主席好吗？先处理一个事情。
一只哦。小舅，哎，很好，来多给你们一只。好。好，我们谁要先说？我先说吗？好，请委员发言。好，我先说哈，这个离岸风力那个部分呢，五千还是五千多？五千万，那个我可以同意哈，那个因为现在在做绿能这个部分有必要，所以这个我同意。但是我们就等于看那个陈侯伯委员的第七案，他就是离岸风力以外的这个委办经费呢，离岸风力也是有委办的啦哈，但是那个五千万就给了，所以除了离岸风力以外的，剩下3923万。部长，两种处理方式哈，我可以接受。第一就是3923万的，我帮你们算过了哈，就是3×2/3，让你们自行处理。部长，我这个不是漫天乱砍价哈。啊，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我们就一案一案来，你就会知道我算出来，我认为不需要，也真的不需要的哈，就差不多是2/3哈。要一案一案来，我们就一案一案谈，没关系。我现在先说我为什么2/3的那个几个简单的案子哈，比如说，你们的第二案，第一案吧，就说，好，慢慢来。我们这个整个委外要一并处理嘛，是不是啊，主席？对。好，是，所以我就这样说了哈。我先再说一次，运研所我没有认识任何人，好，也没有跟任何人有任何的过节，你们我真的通通都不认识，完全没有。第一，我从来跟你们没有任何大小小，我没有关说过任何运研所的。第一，我也跟你们没有任何的过节，因为我完全不认识你们任何人。我跟你们本来的局长有一点过节，哈，那个局长我对他很不满，是他去。哦，所长啊，他去谈判开那个林志明开放天空，我都直接跟他讲，这件事情留下历史记录，所以我对他这一点，我实在到现在还觉得耿耿于怀。但是跟你们都完全无关，也跟运研所无关，我是对他个人去签这个开放天空这个有意见了哈。所以我要再强调一次，我真的是就事论事，针对事情哈，部长，我跟你讲得很清楚，而且我们真的。每一件去看过你们的哈，所以我跟你说，我跟大家说，离岸风力委外的五千万给，应该给的我就给，那剩下的就是第七案，请大家看第七案，陈侯伯委员的第七案，剩下的就是3923万，就是这一本，你们每一案我都看了，每一个案子新的资料第四案哈，请看一下。所以呢，我算过呢，如果我知道了，我们如果开始看你们这个一案一案的话，今天一整天我都把时间空下来，我们就一案一案看，这样删下来也差不多是2/3了。我坚持要删的是2/3，那我可以同意让你们去做调整，那我们就很快大家就可以结束，那就是委办费的3923万，3/3你们自行处理，要不然我就坚持我们来。我们其他委员发言一下，好不好？好，郑玉萌委员，来，不是陈侯伯委员，感谢叶委员的支持哈。我是主张前述删除啊，我他向的比较仔细一点了，删除删之后，我可以接受了哈。那我要强调就是说，那个运输研究所本身就是研究单位，本来就是应该接受委办，结果自己在委办出去给人家办，这个哈，就说实在哈，一个学术机关如果一个研究单位如果是啊，动不动的委办跟行政机关一样的话，将来政府也不用设什么学术机构啊，研究机构了哈，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砍了。那我尊重大家意思，那至少一定要砍了哈，至少一定要砍。谢谢。好，我们有没有其他委员发言？好，我们军械委员发言。运研所之前有来。说明那个离岸风力那个五千万的事情哦，我觉得还是要请部长讲一下哦，因为我一直觉得交通部来付这个钱实在是很奇怪了。哦，因为我也问过台电，台电也不知道说，竟然交通部要去帮他们做这个离岸风力的
相关研究哈。那所长是说这个是什么航行安全等等哈。但我觉得，如果是整个离岸风力发电，它这个国家的整体经费应该非常高了啊。为什么特别丢一个4亿6千万？这不是5千万的问题啦。你4亿6千万是换一本书呢，换一本研究计划而已呢，那太昂贵了吧？我是很难想象啊，你用什么样的研究？这四亿六千万不是盖任何的硬体啊，全部都是研究啊，需要花到四亿六千万吗？那当时部长你去参与会议，这个离岸风力的整个计划，为什么交通部要去负担这四亿六千万呢？我就认为这五千万哦，本协认为应该先冻结吧。哦，另外哈、哦。刚刚这四项委办计划，就是原来陈国波委员和叶俊委员提的这些哈、哦，这个确实啦哈、哦，叫运研所几乎等于你可能过路财神呐、啊。那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相关的研究能力啦？为什么这四个案子全部到委都出去哈、哦？我自己也有提案的哈、哦，我是觉得也请他们说明清楚啦啊、哦，我是先提案先删1000万了、啊。好，我们多委。昆德大伟部长，我在这边要提醒部长，就是说看我们交通部整体的预算，有关于这种研究的单位啊，其实是叠床架屋。我也跟部长有讨论过，不管是现在的科技顾问室啊，或是相关的中华工程顾问师，或者是今年新的预算要所设的智慧运输系统，或者是轨道的验证中心等等，那。单位叠床架屋，那各个单位自己的研究项目啊，又是重叠非常的多，这对预算的浪费啊，我想也请部长有空的时候来整理一下，看看这些啊重叠浪费的项目经费都是非常的大，非常的多。那我们有关于106年度的这个委办费啊，编列的5673万，那。部长，我一再的提醒你，我们委办的这个经费啊，过多过大，有违反了、啊、这种我们运输研究所的组织条例哦。现在像这种委办的预算占业务费28%，这个其实都有点超高。那预算的用途，这个5673万，包括运输的研究业务或是运输科技应用研究业务，这个委办项目都是研究案的委托。那其实我们运输研究所有很多的案子，像航港局的部分，他们也都可以处理，这个预算都占非常多了。我现在是具体建议3-500万，然后冻结1/2，等到你们研究所就研究案委托的比例过高啊，提出这种相关的检讨报告后才能动资，这个请部长去了解一下。中文你讲第几案3-500万？第十案。好，我们请保金委员发言。这个我想是不是先请这个我们的首长先说明一下，要可以删不能删，应该很清楚的说明。如果委办会太多，造成浪费也不好。如果你们不得不委办，那么讲出来哪一些你们是为什么要委办，那么讲出来。那么我想、啊、我们删的有依据，那不删的有依据，这样好不好？立法委员没有发言，没意见哈。天台委员。这样啦，我还是再说一次啦。如果他们说一定是都不要删啦，好啊。如果我再说一次哦、喔，如果真的要他们说明的话，就一案一案来。麦听啊，不是后来可以让他们说了，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案一案。麦克风给他。萧美金委员发言。好，我看这些委办计划里面很多计划的这个内容都有点雷同哦，例如说光跟港湾有关就3-4个案哦，那这个研究的内容其实重点是说到底是不是能够执行的哦，例如说有关这个，好，其中有一个计划是由国际航运网络模型探讨台湾港群之营运策略与未来发展。那我记得去年前年大家在讨论自由贸易。这个自由经贸区的时候哦，其实这些议题都有出现，可是在这当中没有任何我们
运研所的角色在其中哦，那都是当然那时候是经济部跟经济部门啊相关单位在主导的哦。可是我们现在所关心的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么多研究，甚至是委外去做这些研究，那这些研究成果是拿来就放在那边摆在运研所的图书馆里面、资料室里面，还是它是有一些实质的功能？那像这是一个案，然后另外也有关什么港湾海象。好，环境资料那又另外一个案，然后港湾长期海象，好，又不同的案，好，一般的气象一个案，长期气象又另外一个案，好，那这些案到底有没有结果？因为我们也并没有看到说研究出来对于整个港湾的规划跟设计，哦，有提出什么样的建设或者是重点的调整。哦，我举我们花莲港为例，哦，就船舶在停靠的时候，因为早期港湾的设计让它的这个浪潮是比较大，而船只在停泊当中也容易这个撞击旁边的这个港口设施，那这个问题已经存在是几十年的问题哦。那当然我也乐见说你们注意到这些问题，愿意去做研究，连海象啦、波浪啦等各种的现象。可是问题是研究半天，好像也没有任何的。我们现在把航港局的资料、把港公司的资料拿出来看，它预算没有任何要去改建或者是再去建好，去做任何调整的这个规划，所以显然你们的研究内容跟实质在执行上面是有很大的落差。好，我想这个是大家对这些委办案会比较保留的问题。既然如果你们委办出去研究成果是有意义的，是拿来真正去做港湾的发展、港湾的建设，去做相关过去这个不足的几十年来所呈现的问题，你们有具体真的要去调整，这个委办我都可以支持。可是今天我们是因为看到很大的落差，这个在研究跟执行上面并没有任何的连结的时候，哦，这个大家当然会被对委办费是有所保留，哦，那我这边是有提案要做一个删减，哦，当然我是提1000啦，哦，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适度做一些经费上面的调整哦，因为这个如果说研究出来的成果是没有在具体运用的，或者是不符我们现实的需求，那这些委办费的意义哦是何在哦，应该也是哦非常令人质疑的。部长，你有话要说吗？好，这个是不是我先报告一下，等一下再请所长补充啊，哦？分两点报告，第一点就是过去交通部这个从研究到执行到跟产业的连结，我承认确实是有些地方是让大家觉得并不是连结那么好，但是今后这个方向是一定要来强化的。以最近这些各位看见研究的项目来讲，就有两个方向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个就是跟港的工程有关的事情，现在其实是在准备要去往外去拓展。第二是属于通讯方面的部分，那港的工程的部分呢，特别是在港务公司，还有像我们现在海象有些救难，这些事情其实现在都在国际化上来讲，港务公司要往外走必须要靠这些资讯。在通讯的部分，就是主要是在防灾相关的事情，现在都是靠这个通讯的部分。第二方面呢，是关于我们为什么这些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构想，但是为什么还要去做委外呢？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在于我们现在的这一个科技整合啊，运研所这几年来它的这个人事其实因为政府的要求不断在缩编，所以它的科技整合上面所需要的专业人力啊，现在运研所自己已经是有所不足了。但是这两个大方向之下，各位所指教的，假如现在觉得说相较于过去的研究还应该有做调整，或是今后应该跟哪些案子来做合并，或者是直接交由我们的执行机构去委办，这些方向我们都愿意接纳，在今天来跟大家的一一请教。我是不是让这个所长再继续补充？好，我们请所长啊。好，谢谢。我想我这边会从几点啊来说明。第一个，因为郑委员那天特别讲到上网的那件事情，其实让大家因为郑委员提到这件事之后，大家一直在想有这个质疑，我这边要解释一下。除了有批次在2015年1月1号，真正这些计划是在前一年的12月或11月完成，然后他在2015年1月1号被就是批次上网之外，有一个状况是因为我们今年年初运研所的网站更新，所以把过去港研中心它原来有一个网站联网的所有的这些出版品都放到我们的资料库来，因为放进来的时候
港研中心这边它缺乏一个当初的上网时间，所以进入系统的时候就 default 就是105年1月1号，但是后来我们就是逐步来查每一个计划呢，会把它改成104年、103年，所以这个部分是造成委员的误会，那是因为它会诊档案的过程中 default 成105年1月1号，所以看到大批的资料在那个时候上网，那有委员质疑说是不是我们在消化经费然后不销毁内容，好，这第一点说明。第二点属于委办的部分，我们特别要说明运研所我们一份委办就会有三份自办报告出来，相关的三份自办报告，所以不是我们的同仁不做事只委办，所以这里有22份的委办计划的话，相对我们会有66份的自办的计划的产出。那至于委办的部分呢，我们随时都是跟每一个行程的过程都找相关的单位来研提意见，那么到了交通部还会进行找相关的单位一起来审查，所以这些的必要性其实在过程中，那也有其他局处呢肯定和局来肯定或者认为哪些地方应该去加强，过程中我们都有收纳。好，这里也特别说明。那至于委员曾经有委员曾经考虑到说，是不是所有的计划都应该让运研所来办，然后运研所不该去委办这件事情，其实部里面有一个机制，就是各机关的研究案它如果属于一般事务性的要本于职责自己办，只有是政策研究才报到部里之后由部里决，这个商就是他议决之后才会交办给运研所，但是大部分这种送上来大概都是一般事务的，所以后来都是大概都是部里交办给运研所，比较没有机关来交办。但是我们之运研所呢，因为在2010年、2012年我们出了很多就是运输政策白皮书，这个编纂过程中都是自办，然后当然自办有包括把过去的一些相关研究还有关系国际趋势国内环境，所以在这样一个撰写的过程中对事情的问题的了解我觉得开始有深入，所以近5年我们其实都有研究主轴，所以每一个各组各中心都会依这个研究主轴来拟出计划的时候去找相关单位正式开会请大家提意见，然后到部里也正式审查，所以这些各位看到的22项计划的产出都是经过这样的程序。另外也有委员提到说为什么有前后年的计划看起来好实际好像内容都很相近，我必须要解释，如果是港研中心它是 routine 在做，因为它跟气象局分工，只要是港湾里面的各港的海气象都由他们负责，然后是汇报到就气象局去来抓取的，那么这些资料也提供了港务公司每天的 operation 发布这一部分都有用到，好，都是实务上在用到的资讯。那至于在所本部这边的研究，像一些整体规划的部分，它会在做完成绩之后又去做相关的都市，所以看起来好像题目很相近。那像对于一些汽机车的排放，它会从小客车、大客车、机车、小货车、大货车分年去做，所以题目看起来很像，但是它的是一个为了延续的完整性。像也有委员提到说 LED 的测试为什么省道做完了再做快速道路为什么都要2年，原因是因为 LED 的测试这部分的经费是经济部出，我们做的虽然有委办，主要是专家来做分析看他的一些这个照明， LED 的测试需要6000小时，但是一年最多你在晚间也只能测到4200到4800小时、4500小时，所以它有一个延续性还有最后的一个review 的过程，所以它才需要一个题目分1/2、2/2，所以每一个计划如果它有延续性都有它背后的原因，而且它都在审查的过程中都有经过各方包括部里面的这个 review。 那对于离岸的部分，我想我先来做一些解释，或者待会再请再请部长啊。那我这边呢，我们提到说因为在离岸风机的设置前后的话，包括它的施工甚至到它竖立之后，它对于波浪都有影响，那在这些过程中它会影响到施工期，也会影响到所有的工作船还有拖船，会影响到商船渔船，所以各个的一个航安的问题我们要事先就要开始准备。那么也曾经有委员办公室提说都已经开始树立风机，你们现在做了还来得及吗？事实上目前只有示范的2只是在今年，明年底还会有2只，其他的大量的会是在108109，那109之后会再
更佳，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们开始及时来做这一部分的防范，以及哪里是要将来树立风机的时候也必须经济部要跟我们配合的，要及早研究。再来呢，我们也有提到说这个也促进了港埠和相关的海事工程的产业，那有委员也有在质疑说产业发展是经济部的事，但是我们特别要说明的是以我的了解是虽然我们发展风机，风机本身的这个产业的产值大概是占30%到40%，但是呢那个就是它的一个维护海事工程还有后面的维护的话，其实占到产值的60%到70%。我们一直希望就是以国家的角度来看的话，是风机我们也许没有这么快能够这个跟国外竞争，但是这个海事工程还有这个周边的维护，只要我们好好现在开始慢慢培养人才，因为它有20年甚至高于20年的维护时间，我们是有机会能够抢得这块市场的。所以在海事工程的训练部分，经济部希望交通部来帮忙，因为这部分大概是他们的弱项，而我们这边有港研中心，虽然从港埠跨到离岸还有一些距离需要加强研究，但是总是有一些基础。那另外像一些风机下方它的这个机装呢的基础构建的腐蚀等等，这些资料将来如果我们要让产业界都能去维护的话，我们自主性能维护的话，这些资料是要统一的。就像当初港研中心长期现在都在做金属腐蚀这些的测量，但是这个是属于空气中的，而不是说那个海下呢也只有是20公尺，并没有涵盖到风机下面30到50公尺。这样的资料如果是政府建出资料库来，将来产业界可以共同去分享，好，对于维护这个风机等等是有帮助的。那另外就是为了这个风机产业，其实我们港区自己的空间怎么样来做这个供应链的配置啊？这不一定是港研中心来做哈。那但是呢，这件事情也是跟离岸风机是有关系的。那尤其是相关的一些检测啊、稳定等等，这些都跟过去的港研中心对港的一些侦测的经验可以转移到离岸这个部分哈，所以我想这一部分是我们促进产业发展上的一个说明，那也希望委员支持。那至于刚才说委办的计划，我们并不因为说大家都部里审查过了，那因为委员有期望，认为有没有计划是运研所不做，回到主管机关去做也可以的。结果我们怎么看啊？里面有两个计划，其他计划如果我们不做的话，其他单位基于他们业务的忙碌，那还有人力本身的性质是不会去做的。那所以有两个可以做的呢，我们看到的一个是国际航港发展动态研析啊，对我国港埠的影响探讨，这个是应该是港务中心，应该是港公司自己也可以做。多少钱？100万出头。那另外一个是我国籍船舶航行与装载作业危害辨识啊评估的探讨，是230万。这个部分的话是航港局，这个是应该。航港局可以做，但是当初开会的时候航港局很高兴我们能帮忙做，原因是因为大的船舶公司自己会做风险辨识，但是中小型的公司几乎没有这样的 knowledge。 如果我们做了之后有一些示范跟手册，其实是可以对于这些中小航商是有帮助的。那这件事值得做，但是若委员觉得不一定要运研所来做的话，那我们是可以回归到航港局去做。好，那我做以上的报告。好，谢谢。你讲完没有？哇塞，你讲的比希拉瑞好哎！川普好了，其实啊，部长、所长，你们在这里哈，本会委员呢、啊，在过去对运输研究所、啊、的预算已经就有意见了哈、哦，只是说今天是他们彻底的把它提出来检讨，因为你们运研所编了很多的人，你们主要的报告应该来自运研所，怎么去委办呢？是不是？你主力部队应该是运研所啊，哈、哦，你把委办的事项变成那么重要，然后你委办完以后呢，研究案哈、哦，研究案等于是计划嘛，你计划完了一定要执行啊，执行要有结果啊。我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廉价航空，哎，大家都知道是你们研究出来的，然后有些呢不相信就踩进去了嘛，对不对？这很具体的成果啊。那你们花了那么多钱委办的研究案，你有什么实质的成效呢？能不能拿出来呢？你不要哎，研究以后就存查放那边没有了，不了了之。所以委员对这个才有意见的哈。不过我想这两天部长、所长啊，尤其所长了、啊、哈，准备那么多的资料，每位委员去做详细的说明哈。说真的，我招委也是一个委员而已哈、啊，他们委员对你们有点意见，
有点意见的话，那你们也具体陈述了。不过我想运研所做了那么充分的准备，我们在座的委员呢、应该你的说服啊很有说服力哈、我看在一到十三案是删减案哈，一到十三案删减案，我们委员看看离岸风力的部分，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就先给他嘛。那其他的我们一个案一个案来讨论嘛。刚才稍微讲出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整个运输研究所所做的计划是要能够具体的应用，因为交通建设的经费非常的庞大。运输研究所主要就是要定出相关施政计划的优先顺序，以及相关的日后的应用，因为它要拟定相关的计划设计、安全、施工指导等等，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单位。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忽略了相关的具体的优先顺序、应用、指导，不是说只有做出计划束之高阁而已，那都变成了空头支票研究所。每次研究出来的计划都非常的让人家觉得很漂亮，就像节能减碳，我也跟部长讨论过了，说这个2030年要节能减碳降23%，然后我们的电动机车要什么要占5%什么，然后我们的车电动车目前只有4%，都定的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庞大的目标，却忽略了我们运输研究所，就是说我们是要做出可以具体应用，可以让整个交通部去追踪考核相关的这些计划实施的这种具体的进度跟状况。所以部长我就跟你讲过，他们就是委办比例过高，然后各个单位的叠床架屋，以及我现在刚才这个所长也提出说，有关于我们运输研究所的这些计划，其实有些部分是可以到航港局可以去处理，但经费只有300万而已。你们是做出来做一个样子吗？哦，就只有300多万而已啊，跟你们庞大的经费来比，哦，我觉得招委，我建议一下了啊，我们是不是招委？我们是不是休息10分钟，让部长跟所长还有他们运研所针对他们的项目里面可以具体检讨的、可以删除的，或是其他单位可以做的，再来做一个说明，好不好？好，我们昆哲招委只是休息10分钟。好了，我再说一下哈，部长，4亿多哈，我坚持这个4亿多里面委办费的3923万的1/3也不过2000多万，让你们自行调整。我再说一次，这是我的底线哈。啊，如果你们没有办法接受，那我们就一样一样来，没有关系。好，无论是这里，或者是院会，或者是什么超野协商，我都会坚持，因为我真的一案一案帮你们研究过。我再告诉你，我不是只有跟你们谈，我把相关的你们的各单位呢，我都跟他们谈过。好，哎，赵伟，我讲，赵伟，请好，我们郑委员，请讲。你刚那个讲那个离岸风力哈。因为我还是很质疑啦哈，我不是反对这个研究计划，我是反对怎么会编在我们交通部了。那你4亿6000万是4年计划呢，对不对？你4亿6000万是换一本研究的报告书而已呢。你如果明年一定要开始做研究，我觉得哈，我们不能给他一次给他4年嘛。你要么你就1年1年来啦。那个、用滚动式的预算，我看你们到底是研究出什么样的东西了。我跟各委员报告哈，大家不要太坚持了。你不要一次就来，每个人都坚持的话，等下那委办费通通砍掉了，还运输研究所也报销了。好，休息10分钟。委办计划让你们做一半的好不好？你们自己是调整的，一半不要做，一半不要委办。其实不做我们省事，因为不做是我们省事，但是国家就是因为那些都是要。不做你们要做啊，就是另外一半你们自己做啊。
因为直接用电杆就做了，工作是不要做，另外一半，另外一半地上不要做，你自己做啊，自己先做啊。我们自己已经做三倍了。我们自己会做三倍，另外的直接是，我这习惯都在这个尾半做。其实是合作了，因为每一个月都会跟他们做商议讨论，不是丢出去就不管的。是啊。本来有研究所哦，专门在办这伪办单位，占三分之一的量，就很奇怪。行政单位都是伪办的，公职单位都是伪办的。先找先闹高，因为现在五洲还是公职，现在需要过来的话，这边确实一切大概500只，这个风力发电的车子多，只是这个发绿的。其实像公路他们 appreciate 我们做这个东西，我去问过，说公路总局他们是会 appreciate 我们所做的，像我们整个的路线像这样，有意见啊，其实我对外面的意见，你的比例没有很高，我请问我们叫他自己挑的，对啊。他挑五个删掉，对，五个删掉，他去做。他发现每个人意见都不一样。对啊，你要说你要跟到我们三个都意见都一样，好不好？你三个意见都一样，对啊。那我参加我们四个意见都一样。其实真的是随便忘了一块，好不好？给他们调整。要不要表决？你尊重他们呢？我们三，我们三让他们一样。你要跟叶军表决啊。好，表决就表决。三个意见，三个，不能这样子，都随便他们这样委托，这样真的没有随便，你们刚就先倒了，我们你们是有研究，对，你刚讲在搞内讧嘛，我们在搞内讧，但是那个出来观赏用的，不不不，没有真的真的在用，因为不隐瞒的政策是我们需要用，省事，但是不隐就不省事了，就是这样子啊，真的。我听完了。休息十分钟啊，现在才开始休息。我叫他还没开始吃。部里对我们有期待，部里对我们有期待，所以我们必须除了自办，还是要有委办。要吃了没有？还没开始吃啊？妈要在这里。我林继续，那个离岸风力那个要谈吗？对，好像是上面。上面了，上面都没有拜托啊，上面。上面呢？你在上面是谁？有个东西叫他拜托你啊？对啊，前看后尾。对啊，他都拜托你，没拜托我。上面都直接跟你讲了。是其他的案干可以调多少？一半的，一半删掉了，一半他们自己删一半，项目调整，他们删一半，修太多了。几个不要做嘛？不是，你这样会让预言所变咸。自办了就只在。不会，你们自办的怎么咸？没有，我们本来就自办。不委托的部分就自办呢、啊。那原来就有三份。十个委办，然后另外五个就自办呢、啊。他们没有那个人力。只有三你的委办而已，其他没有三。对呀、啊，我说其他都是自办嘛，原来就。不是，他现在把委办删掉。委办变自办了、啊。就是在把自办加多了，我知道。对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委办减少。委办减少，想再想一下好不好？如果你那么多人力嘛，对不对？其实我们不是要刁难你的，那我们现在很多研究计划都研究一大堆，到最后都没有用。我们那个运输研究所跟那个台大的运输，你们检讨一下哪些你们有人才可以做就做嘛，自己做嘛，何必要给人家做？我们要做应用的研究，我们是应用研究，我们出来的结果是有全部都是有单位用的。用的，不是说高中哈，我们研究所没有委办一半哈，自己办，啊一半给人家委办。增加你自办的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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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原来就有自办比例交易，增加自办的比例的，本来自办三分之二嘛，现在可能变成六分之五啊。哦，其实我们希望有业界和学界的观点进来，就是他们的能量如果完全，你们这些有些东西根本有在用没在用，我们都不晓得。所以我觉得，对不对？我们应该你们那个国道五号平衡段那边要收费，怎么都没研究出来，对不对？有没有道理？你都不提，想着我都活大了。研究完也是要部里面要去讨论，然后内参的。我到五号收计程的时候合不合理？你们都没有提出一个方案出来。现在我办会大家好像每个委员的意见都不同。先加那个。没有啊，我尊重他们，哪些可以自己办嘛，就委办变成自办嘛。哦。啊，经费给他们，他们自己变自办呢、啊，不要弄这委办呢、啊。他们这么，经费给你们，但是你们自办的，不要委办的。
他没那个能力，他可能有些有了，可能有些事情还是没有办法。那你国道计程收费两年半三年都还没弄出来一个计划出来，我强了，我生气了。不是，现在其实全部人这几年都在减少，都已经减少了，像我们现在10%。你们那个要实用的都不提出来，每一样都实用，真的都有人用。你看，三年，你说两年要提出来，现在三年了，对不对？那个国道计程收费啊，你晓得不是研究成本的问题，是政治上面大家对啊，政治上你要讲个道理啊，你们都不讲道理啊。我的火大啊！没有了，80-60都不收费啊！平人赚这次现在收费，这至少需要收费，人家不收费，有这样道理吗？先尽量来安，没有道理吗？你讲的有道理，我都听得下去；没道理的话，再来听你论吧。对的，对的，你说不平平讲，对啊。我那钱纵向不收费，横向收费嘛。我那包不收你嘛。我那钱纵向。他不，关键你卖收费，关键你卖收费，我卖收费，我是要求我们不收费。他们妈搞三年还没搞出来，都没有收费。我跟他拜托，他们说平年都不收费，别说全部不收费，这头等跟食物不收费，一年才2-3亿而已。不要那么多，我就跟部长说，如果没有没有没有，要吵到要吵一吵。哎，年金价钱不要收哎，年金价钱不要收啊，年金价钱不收。摸了，平常都不要收了，车道都没有通啊，车道没法通啊。车道现在已经列为我们优先案了，没法通了，没法通了。这跟现在他们上个礼拜商量完，没法通了。那个太困难了，困难了。还是他有环保地方，那困难不是环保经费的问题吗？地方也要问题。经费我们来想办法，真的。那你还承诺，你还承诺啊？这件事情我倒是很有。没有没有，他们上个礼拜，他们上主道三个礼拜有车道一定要想办法。对，我没有去过。他们上个礼拜有检讨，没办法。第一个就是说，后面他们做到一次北边做到一次大道，没法做到边道。连到那个台道台九线，对，第二南边这边，南边就涉及到真的就两个计划，都是计划中，来这花蛮多钱的，就是没有办法通，所以塞这两边塞，现在就要塞这种。那我说，喂。哎，我还在改，车道没有通，这个确实不对。我在，依然是我们交加速交通不是锁定了，高峰嘛，还在改。这个地方通，然后车不会办到3000码，它只能还能多跑几条。但是它的方式，大方向，接受办三啊，三是吧？三做了，三做。5000，不会啊，13个哎，我跟你讲，哎呦，我三上，你现在不是我们三个人讲好，先跟你报告，你才做裁决，招委不可以先讲，他13个，一共5000多万，5000多万，我们跟他报告一下，请他来调整，但是结束了。我要跟部长跟各位报告，刚才会计长告诉我说，因为等到头山的时候啊，现在目前是部里在收纳我们，但到头山的时候，他们部里面就没有办法给我们了，大概量就会2500万就会杀掉了。对，他就说那个时候就已经会删掉，就如果现在各位再杀那个1000多万，那真的就不要做了。那可是这个我真的跟部长报告，我一般就3000多万了，有啊，你们怎么调整？你们去调整了。调整了，大家委员有那么多的声音，你看，因为到时候部里面就是说，他会只是为了。不会了，不会。如果到时候统战的话，我们负责跟你互往，说你这个不能统战，好不好？那么多委员，这样可以吗？了解。尊重招部长跟所长考虑一下了。现在就是说，到底要同样减掉案子，还是变成说预算被统战之后，每一个案子上去谈，每个案子委办出去做这些价格，现在要决定一个方式啊。委员，我们这里六个了嘛，刚刚已经表决赢了。哎，我是不是业绩呢？我是不是业绩呢？我真的生了，对吧？欺负我，欺负我，没有了，没有了，哪里有了？国道计程收费，干嘛不合理？那个要赶快处理啊，赶快处理啊！那天就要协调，跟市长协调，赶快协调。市长的话，啊？为什么？为什么？你问下龚总直接讲。我先讲，三多少？我先说一下，我们八分钟交。然后呢？郭伯，你等一下。OK。进来喂。5000多万，3/3，好吧。大家讨论一下。是三千。不要讲了，讲那么多了，妈，我到尾干个屁啊！我操！再说又吃药了，我跟你讲。到尾没。对不对？
休息完毕了还休息？看看换我吃药啊！加油加油！换我吃药，好了好不好？啊，吃药，趁着有人还没来，我们就把它决定。快讲！啊，对对对，赵伟要给你，赵伟，对不对？对三分之一啊。紧坐紧坐，好好，坐提高就看。如果是三个不算三级，哎，来，好了，讨论，还在讨论呢、啊。好，你们讨论吧。好了，开始吧。主席了，主席了，我们去找叶伟了。叶伟要找吗？当然要啊。有他，叶伟跑来去。没关系啊，我们出席人数已经超过法定人数了。啊？这样，那改天我没有来开会，你们尊重我吗？等我来呢。我改天没来吗？你要等我。你每个人都坚持这预算怎么省呢、啊？我的天哪、啊！他坚持他，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那怎么弄？我们把意见表达了嘛，好不好？哎，党团打掉叶委员嘛？党团打掉叶委员，说看看主席，我先讲叶委员还没到，我刚刚已经有支持叶委员的一个声明了。哦，本来这个案子我要求全部删了，因为交通部真的是该做事情不做，不该做的事情做那么多，对不对？多次跟他们提议案的部分、建议部分呢，也没有执行。国道计程收费就是一个案子。答应我们两年要提出来报告，提出来没有？没有，对不对？什么事没提出来？国道计程收费的研究案。对，因为他们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纵向收费、横向不收费的国道收费、计程收费的方案呢、啊？没有道理的，真的没有道理的。有道理的话，大家可以讲道理的。不讲道理，我没办法接受了。像这样，我办法，我支持叶已经的委员的案子了。三万三分之二了。山改成招山，横向国道收费不是开始。好了，我支持陈厚博的案子，好不好？那要边研究啊，还没研究啊。就是在做研究了。你已经研究两三年了，拜托啊，部长。委员是高工局在研究哎。横向国道不要收费。好，我们叶委员来了。对啊。二位，我支持你的案子，坚持了，坚持到底。谁了？是我支持你的我支持，我是前三呢。你们两个到门口去谈一下，好不好？招委的，两个招委的支持。来，怎样？这样了哈，我们全部所有的委办费是5673万了哈。那我们协商的结果，多数哈是比较支持三分之一，三减三分之一，然后他们自己去调整处理。这样是多少？5673减掉三分之一，大概剩3000多、4000多这样子，就这样子了。嗯，这样差不多，好不好？好了，那差不多了，好不好？因为你们自己调整了，你不要再请求了，你再请求。我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二了，就是刚刚的什么东西？是税出部分，不是，我只是讲委办费5600多万。但是我是因为好，这个我可以接受，这个数字我可以接受，这个跟我的没有差很多了，少一点啦。这个取消，这你不能13个案啊。那就通案自行调，那个科目自行调整。科目自行调整。委办呢？委办呐？怎么什么科目？委办的部分哦。对啊，哪有什么科目是委办，你还要调整什么？就是委办哦，好不好？我们不要你委办，你还要调整什么？部长说了，我们已经没有，我们还没有全部不让你委办，已经少一点。好好好，我部长，你才干3个月，头发都干全白了。以前我看你全黑冤枉啊，他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全部都黑了，早黑一点啊，这样，而且变黑了，变明来了。我靠，好了。照我讲清楚点。一共三减案是13个案哈，5673万，我们就统算三分之一，然后科目他们自行调整。可是，3923的三分之二是多少？
差不多了。算一下。那个呢？差不多了。是三委办费还是三他的税出来？差不多。讲好，讲好。委办委办费哦，三委办费哦。委办费哦，不可以调整哦。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们继续处理别的了。我看差多少了？三九，哎，谁帮我算一下？三九二三的三分之二是多少？两千六。差一点点而已了，这样可以了，这只成卷生了。差倍爸爸呢。谢谢纪县委啊。差七百万。好了，看部长了，看部长了，好了，看部长。第二案要不要处理？动江第十四案。部长，你要盯哦。我们之前要十四案，冻结十四案不处理了嘛哈？冻结案第十五，好，第十五案现在来，请各位委员、大委员翻开第十五案。十五案其实里面的委办费有在刚才已经过。第十五案是？里面有都是有委办的。第十五案在委办里面吗？这个是计划要全删，请不要再删。这里面计划全删就并案嘛。那你是哪一本？哎，我这不处理，再给我一不处理了。十万不处理了，十六万。也在也是一样，刚刚在尾巴弄错本了。好，十六万不处理了啊。海空运这几样都是被尾巴了。干嘛？我都看不到啊。他把国防预算给你看了。又删多少？刚才十五万。十五十六了。我的，你都没有让我看一下。说并案了，不是并了吗？是并了吗？刚才讨论过了。委办好，委办可以。哎，剩这个而已嘛，剩这个。好，委办十五万是委办好，不要骗我哈，委办就可以。我怎么骗过你啊？好，十六万，也是一样了。好好，委办可以。十七，一样，都一样嘛。十七是委办，十七到十九都一样了哈。二十二一样。二十三，二十二没有了。二十三不处理哈。然后呢？三十。什么？二十三是什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九是三减案嘞。对啊，二十四到二九三减案的考虑。三减案跟那三减案不三减案的不处理了吗？是委办吗？这样哈。好了，不处理了，好了。嗯。主要都是针对委办的。这三十案。三十案不要处理了，删这么多了。三十案不处理了。好，没有了。谢谢。这样会不会太快？会不会太快？啊？这个好，各位委员，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尽量表达哈。我们刚刚才吃完药，竞争还不错。我们有产出的时候，我们在。他表达什么？报告。这样可以吧？我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了，好不好？可以啦。你看今天幼儿园心情比较好，妈刚进来笑容可掬，你看。我们这样比较漂亮，懂了没有？今天比较漂亮。现在也笑笑。拿棒子。对的，不是吗？那红萝卜也要给他。是的，是的，是的。不是。我们委员哦，对你们运营所真的没有任何成见，而是说你们自己要去检讨。对，我就平常没有跟委员多报告，我们到底真战术是什么，这是我们的错。再跟委员多报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看我，你们都要看你啊。那我先回来。等一下，等一下，不是我跟你讲，你那个哦没有到。欧文，你晚上十二点到我房间来。好，协商完成，做以下的宣告：今日协商结论免予宣读，授权议事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如果有委员对提案补签的话，列入记录。针对本日的会议，做如下的决议：一、本日预算审查结果原保留之提案，照列或照协商结论通过；二、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单位预算处理完毕，休息。星期日上午九点继续开会。星期四嘛，星期四上午啊，九点。星期日。都听无啦，星期四上午九点继续开会。妈都不理我来。来，我跟你说一下。我接受这个数字，我接受这个数字是刚好，就是我刚刚算过的，我有个让你知道，我算过认为不需要做的那些也差不多，就是我说的那些，所以删这个数字差了七八百万，我给部长。但是我今天没有指出哪些不应该做，因为私底下你们来谈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的讲，这根本就是。多余的，他们都知道，但是这些是给他们，没有在这里想这些不要做，这些不要做，那让他们自己去调整。但是自己去调整，如果明年这个数字出来，还是做这些事，我还会再删哦。我要这样说，我就是要
你们去过有用的，对吧？不是空谈，我们一定产出，不会是空谈。我的那个原则就是这样。活到这样，你新来的，所以我相信你。好，有改进的空间了。好，加油！回来，我觉得他们进步了。谢谢，加油哈，加油。形象都不错，形象不错，所以大家。围城安尼你听有啦哈，要让护理员稍微给他们一个方向。就是那撤车道，真的想办法，一定要再做，不要浪费。以前浪费人家算国民党，现在浪费要送我们的。我们提倡说桥梁安全的，很好，很好，对啊，对啊，不是要打我们，不是要。